扎克马上要到三了，应该快了，要小心啊！哎呦，我妈的，重叠了，这好亏啊！ 他也没有眼位，我操，还真有眼位啊！这太危险了。 我们得吃下河蟹，上河蟹吃不了，中上都没蟹，啊，他们已经全部靠了，直接不用去。下路也没啥机会，哇，好 Q 哎！ 还能吃个印记，还是相当 nice 的啊。河蟹不要着急先刷啊！如果另一个河蟹印记河蟹被他刷，另一方的河蟹不要打那么快。他在上面蹲了很久了，还是28个刀。 机器人会游走啊！不用去了，来不及。维鲁斯太远，这么远的话，我们过去伤害也跟不上，所以说没有必要去了。 在我河蟹上逼兄弟。 拿小龙，拿小龙！
两杀直接跑了吗？哦，差一点，可以。下个印记快刷在 F6 上面了，他应该把 F6 给清了。OK， 稍微等一下，等第三层印记出来，不要着急了啊。 F6 漂亮，好的很呢。机械的拿头真的是好啊！我靠，刚好我第五层印记也拿到位了，漂亮，不亏不亏。机器人这个大招甩得好，真甩得好。这波我，哎，其实我也不想抓，有点勉强，说实话，有点勉强。这波抓对面上单。 太勉强，但机器不在我是可以跟他拉扯一下的。机器不在我是不会扯，但机器人来了我只能就没法跟他拉扯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他这波没闪现没大招直接拉扯他。不过人头被机器人拿了还行，很赚。 马的五个，马小龙，小龙，nice， 又是机器人拿的，这波是被扎克开了吧？
那这样扎克其实发育还可以啊，扎克要小心啊。那边红 buff 应该要刷印记。 到了，补个装备吧。这把我想想，兰博扎克机械第二件智慧默认，先智慧默认了，黑切待会再说吧，上路首播先。 上路首播线行。 兰博在下，机器人永霜。1650。 抓不到就反野了，进野区，搞事搞事。什么玩意儿啊，兄弟！发生了啥？应该一套带走，还差一个 Q。没事，有 W，A 都 A 死了，哈哈。哦，维鲁斯，能打，好像。扎克其实不硬的。吸吸，我操 ，nice。 谢谢你的印记，准备打小龙，40秒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 得一起哦，这个最好是一起，对面一定会闪现强开我们的，一定会强开我们。
这什么意思？这是选择抓我们上单提款，然后支援不管咱们接团，没抓是漂亮。 想逮一波兰博哎，先锋也要抓了，我操！我以为我忘了，我以为这大龙啊，我以为这大龙。 可以打呀，感觉可以打。回家补个装备吧。黑切。 有没有机会播他们呢？感觉有机会，感觉一波了。嗯，我就不开大了。 相当完美，谢谢未央的加蓝卡，谢谢。